陈豪、李佳芯、黎耀祥、郭美仪、龚嘉欣、高海宁等为剧集宣传示范杀手的日常，美仪以剧中妓女做型煲汤，阿毛就着住紧身恤衫冲咖啡。佢搞笑话平时守身如玉，为咗令大家开心，牺牲下都冇所谓。佢唔止呢日爆机上阵，日前一家人去沙滩玩都大 show 肌肉啊！点解小朋友着衫呢？就是因为太犀利。我費事佢曬親啊嘛，咁變咗我就全部會叫著咗長袖衫啊，又戴埋帽啊，戴埋美鏡啊，就驚佢哋曬傷咯。咁但係做爹哋我唔會著住衫咯，會你唔怕曬份？唔係，咁我難得操咗一身叫滑練嘅男練嘅肌肉，咁啊梗係成機曬一曬古銅色，等佢再好似銅一樣咁硬淨咯，真。除了新劇熱播，阿 l 的新散文集上月底開始網上預購，她很開心，反應熱烈。哦，比我想象中好，同埋最開心的是賣曬啦，網上預購都已經差唔多賣曬。同埋開心的是譬如身邊好多朋友，譬如有啲傳媒朋友啊，都買咗。因為如果訂咗嗰啲，應該今日會收到嘅。啱啱佢哋都話啊，佢已經等收啦，同埋佢話要揾簽名，即所以都開心，係冇諗過身邊都好多朋友支持。至於黎耀祥劇中同歌美儀、龚嘉欣、范逸敏都有感情線，豔福無邊。不过他竟然说不太享受，当然不享受啦，还有我有很多打很辛苦的，整个戏和嘉欣很多打到真的天翻地覆，所以整个戏都是真的打辛苦的感觉比较多。我现在看回呢，原来 最舒服就是同我的戏的了，是啊，已经是大家聊聊天，又舒服、又不用打，是啊。